常欢迎大家来参加由中国移动各个机构还有文化城市 US.com 香港知识产权联合交易所一起举办的文化旅游游戏跨界的交流会。这次交流会能够成功的去开，是由各方面合作伙伴呢他们的一个支持，所以在此我仅代表文化城市向来自西藏公司的望总，还有来自各机构的基地的朋友，还有香港联合交易所的那个各位嘉宾表示非常感谢。首先我代表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对各位领导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今天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和文传游盘在整合区域文化资源面向全球传播推广的共同理念下，强强联手借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宝地香港，面向全球联合发布双方战略合作以及共同研发的全球首款 O2O 游戏。继此次发布会在拉开双方合作序幕的同时，未来我们将和文传游盘创建一个全新的平台和文化传播渠道，向全世界展现西藏的魅力。五、四、三、二、一。文化旅游游戏跨界合作正式发布。谢谢，谢谢六位助理嘉宾，谢谢各位。这个合作将给我们带来触手可及的无限可能。今天下午的全球发布会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各位。